陈副总队，方便去见您一趟吗？根据吴振峰的血检报告，我们进行了 DNA 比对，确认了九号当晚杀害胡庆山现场找到的头发就是吴振峰的，同时杀害胡庆山凶器上的指纹也是吴振峰的。报告。进来。陈副总队。 这件事除了我，还有谁知道？没有了。我直接先到您这儿的。我不知道该跟谁汇报。不管什么原因，都静香选择禁毒专业。 都是你自己最终的选择，对吗？蓝然，你都第几次进来了？一个女学生抓毒贩，多危险啊！家里父母也不管你，你父母呢？死了。2年前，毒驾司机。 撞死了！对不起啊，蓝然，马上要高考了，回去好好复习功课，这对你来说很重要。有没有想过考警校？禁毒专业？ 我相信你，一定能分清情感和职责。当然，我明白，我是一名警察。陈副总队，我先走了。